有啊，有。OK， 好。我觉得创作者本身需要具备一个坚韧性，所谓的坚韧就是经得起磨难。当然另外一个呢，我常常都会觉得面对自己是最孤独，尤其是在创作的时候，孤独感能够让你写剧本，在创作的时候是一个面向自己的方式。重要的除了要很了解自己，因为为什么重要了解自己，因为他需要跟演员们沟通嘛，因为你沟通能力不强的话，那你的演员做不到我觉得他们的100分吧。 Foregone conclusion 就是这个 director 是 creative 啦，懂得他自己做什么，而且最重要的他的 vision 要很清楚，因为他看不清楚别的人也看不清楚。就宝珠姐她经常在片场问我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演员问多一点问题，对我们尤其是在创作的人或者在导演的这份工作领域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聊天的过程中，在很多的疑问的反射的过程中，宝珠姐经常都会给我的出乎意料的一些回响。 The first thing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 learned is when you write and you direct, 那个细腻度，那个细节跟那个 outcome, 那个 vision 是很 clear 的。 I can ask many thingsAnd I can get immediate an answer. Zhang Daoyan is very, very creative. He's always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Don't let the existing conditions or limitations limit your alternatives, your choices.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编剧是坐在家里编的吗？导演是坐在家里幻想故事的吗？其实都不然。多去观察，发现，寻找故事，我们的故事其实都在生活里边。因为在毕业之后，我没有马上的投入在电影的工作，主要原因是我觉得我自己太多的不足，包括了要诉说马来西亚的故事，不光只是观察，也要去采集。所以在过去这十多相应20年来，做了很多的民间社区的采集。那这些基本上看似好像是跟电影没关系，基本上它就是电影很重要的骨架跟骨干。为什么我们会看 Hollywood movie 都是看Western culture， 人的故事还是一样，人性没有，最终的是好好去学习做人吧。 So go and have a life, live a life， 电影也好，什么的舞台剧也好，都是演着人生，人生是很真实的，去观察不同的人生，他们过的，他们做的事情是怎么去做，为什么去做。 Because you're talking about life stories.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human factor, human being, being a person, then how can you actually tell a believable story with conviction? 演员跟 director tell story 的方法就是 you must be strong in your storytelling and you must believe in what you're telling.我在写着角色的同时，我已经在想象这个演员的长相，他的背景，甚至是他说话的方式，还有他的整个神情啊、面貌啊，都在我的考虑范围。比如说我要找某个演员，我就会去找他之前演过的一些演过一些戏的片段，然后找来看，然后来契合一下这个演员，如果他会融入我的这个剧情当中的话呢，他是否适合。每一次我会觉得说，只要他出现在电影当中，那个东南亚的味道就出来了。所以他有很天生的那种热带气息的样子。对，这是我在众多的马来西亚演员找不到的。So, 我只是盼望着演多一点我没有尝试过的角色吧。 Maybe 那些 comedy 或者真正的故事内容that tells about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Malaysia and how our culture can exist together. 我也希望可以把那个触角转到国外去，
不光只是述说马来西亚，可能东南亚哦，东南亚也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个区块。我从来不会害怕自己被定型为哪一类型的导演，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的能力都有限的，我们可以在自己认为最好的创作的方式去创作，我觉得已经是很足够了。毕竟一部电影的从它的筹备到诞生可能要用四五年的时间，我现在40岁了，我还有多少个四到五年去创作一部作品呢？其实不多，可能我可以多创作十部电影。那如果这十部电影里边能够为马来西亚或东南亚的这个题材做一个注脚的话，我觉得这是我能力范围能够做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创作是离不开社会的，我们要聆听，这是创作者本身应该要兼备的一种能力。比如说这一次来到韩大，我们特别珍惜，为什么？因为毕竟我很想聆听，尤其是新时代的一些创作者的一些想法。学生今天很踊跃的发问，而且问了很多我没想到的一些问题，然后也问了一些我自己也一直在自我提醒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交流对我来说是非常踊跃也非常有趣的。今天的 response very fast， 很多问题 which is I've not heard， I'm very very pleasantly surprised at the response of the students。 Hope to see that whatever whoever they've asked would really actually come forward and dodo. And from some of them, I also understand that they are already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which is very wonderful. So congratulations. And I can see that the facilities here, you're working towards an environment where you can give them a real situation to work with. And I like that very much. Yeah, so thank you. 韩大新闻，让您掌握槟城动态。